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新。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了，我这个地方呢有天台，所以要搞什么烧烤啊、BBQ 系列啊，在这个天台可以完美的解决。好，首先给你们参观一下，这个就是天台的大小，这里有个石桌可以烧烤的。这几盘盆栽呢是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，这里还种了树。这个地方是可乐溜达的地方，有时候小便大便他都会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天台，那个地方可以晾衣服，那里有一个厕所，这里还有一个小位置，这个是吃饭的地方。OK， 我这里总共房子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，四个房间外加两个大露台，用羊仔那边的方言说就是得劲里黑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隔空对话一下羊仔，赶紧过来啊，吃烧烤喝啤酒撸炸鸡。好，那今天这条视频呢，看到我拿这个烧烤架就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烧烤架来实现一回鱿鱼串自由。好，那这三包鱿鱼串呢，是我在当地市区里面最大的烧烤批发市场买的，一包是20串，然后45块钱一包，我买的三包，总共是60串。那今天把这60串全部烤完的话，应该算是鱿鱼串自由了吧？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，杨哥快点来呀，因为马上要到夏天了嘛，所以呢，顺便这个时候咱们来成立一个天台烧烤系列，以后呢，只要做烧烤必然在天台。不知道烧烤羊鞭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上回那条视频啊，点赞已经过3万了，羊鞭呢？正在发往我这里的路上，所以这期鱿鱼串系列之后，下条视频可能就是烧烤羊鞭，记得点赞3连呐、啊！好，首先呢，咱们先把这个火给升起来，然后这个鱿鱼先放旁边给它解冻一下，还是老样子啊，在里面加炭。好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啊，火也烧着了，现在可以把鱿鱼拆开了。这个鱿鱼串啊，和烧烤里面卖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总共一包20串，今天应该是可以吃过瘾了啊。好，那现在第一波啊，20串直接开始烤啊，分了2板，应该是一边10串，就先烤10串吧。你见过有人洗鱿鱼的吗？好歹放水里泡一下解冻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一点都不专业，还要跟我硬掰，拜拜。真走啊？真走。我想要一波可能烤不了这么多啊，只能大概烤个6-7串左右，然后再用剪刀啊把鱿鱼剪一下。好，剪开以后啊，就要开始刷第一片油了。OK， 开始撒料了啊，准备的还是老三样啊，盐、辣椒粉，还有孜然粉。孜然粉，这个孜然粉，这个辣椒粉。好，第一批啊，先尝一波，看看。除了有点焦焦的感觉，其他都还可以。嘎嘣脆，下面可以、这个肉质真的不错，还算新鲜吧。鱿鱼不都是冻货吗？你要分你冻了多久跟冻的程度嘛。有些人他冻着冻着化了。哦，这个肉确实好嫩呐、是吧？可以，完美。来，我们接着烤下一批吧。烤完的话应该就天黑了，如果天黑的话咱们就不烤了，拿到室内去吃。
不要射到我手上。没办法，我这个男人吧，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为什么老吴自己拍自己的视频那么帅？因为没有我们两个。今天我们实现鱿鱼自由啊！当然有一些是烤焦了，那是因为火候的问题，知道吧？焦了就是焦了。你尝这个，这个肯定没焦，还可以，都还可以，自己挑嘛。反正实现鱿鱼自由就是在什么条件下，在你能吃饱的条件下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不要吃那个焦的。怀疑鱼生。这回够辣，还有味道。我的酱料放的贼足，你开玩笑，自己吃那肯定嘛。来干一个，自由了吧？啊，自由了，兄弟们。说真的，这个楼上的天台确实做烧烤非常的合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杨仔，你赶紧过来。他每次都说他要来，他都不来。为什么每次我吃烧烤，他都会把它弹到眼睛里呢？你不是有战术护目镜吗？这么多酱料，来兄弟们看一下。真的酱料非常的足，不行给瞬间增加负担。干了，你知道吴老师为什么叫吴老师吗？开吃呀！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哎，不能吃辣。我摩擦摩擦，兄弟，把那个粉全部磨掉。哦，这样是不？我也会了，磨就磨，不要带声音，好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放这么辣吧？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。如果我不放的辣，这狗贼不吃，知道吧？哎，你这个都不辣，哎，你这个都不辣，咸就是咸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给了你水没有？那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点羊肉串，泡个馍，泡个饺，要不要？再给你出镜的广告费打一下，记得好吧？从下午2点钟烤的，一直烤到了7点，5个小时。还有最后一包没烤啊，最后一包应该有，还剩下20串左右，这里应该是40串，爽不爽嘛？外面卖都要卖3.5块吗？钱一算的，够自由了不？我也想自由啊！吃啊，来，想自由，你自来，兄弟们，还吃不？我自由了，主要是后面知道吧？那个炭越烧越旺，然后就火候没把握好，你叫老吴帮忙啊！还有好多时候调料没拿足，好吧？本期实现自由就到这里，等我们三个慢慢吃，好吧？那么就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